非常宜人的天空当中里面，可以看到我们长青敬老及所有各位宝眷们来到我们的现场。今天是由我们龙潭区公所来特别主办，今年我们在重阳节为我们所有长青敬老非常优质优秀，为我们家庭为我们社会贡献的各位长青敬老楷模们来颁奖表扬。在此也非常的感谢我们所有各位里长，里长呢在我们里里面万中选一，选出最优质最优秀的长青敬老楷模。我们大会即将马上来开始，再一次来邀请我们现场所有各位长官、各位贵宾、我们所有长青敬老以及所有宝眷们，我们到会场就坐，谢谢。桃园市龙潭区108年庆祝重阳节长青楷模及敬老楷模表扬活动，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现场所有各位长官、各位贵宾，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所有全体敬老楷模、长青楷模。在我们等的大会开始，首先呢，我们来邀请我们龙潭在地的表演单位，是由彩虹舞蹈团。彩虹舞蹈团曾经代表在我们今年7月代表了桃园，代表我们龙潭，代表了我们台湾到欧洲国家，我们到芬兰及其他的等等有5个国家来做交流以及宣慰我们的侨胞。今天也非常的荣幸能够邀请到彩虹舞蹈团，是我们在地龙潭在地的舞蹈团，非常优质优秀享誉国际的舞蹈团。今天呢要带来的我们的开场演出，首先演出的这一段表演节目呢是叫舞蹈时代。这些各位待会可以看一下我们所有的表演者哦，今天他把他的阿公阿妈的衣服跟裤子还有鞋子都穿出来了，因为他要将这一段的舞蹈有融合了复古加上我们流行的舞蹈来展现给我们所有长青敬老各位楷模以及现场的各位长官贵宾以及所有的宝眷们，将我们这一段的舞蹈来献给各位楷模们。所以请各位以最热烈的掌声及你的欢呼声来欢迎彩虹舞蹈团带来的舞蹈跳舞时代，来掌声有请。当阮交作词，伫舞形作曲，弹钢手艺，纯纯所演唱，已经33年所发行的《跳舞时代》。Thank you.
各位有没有发现好开心啊、哦、这个是在30年代的一个歌曲啊，叫做跳时代，是由陈君玉老师来谱词，由我们龙潭在地大家都知道的叫邓宇贤老师来作曲。所以这个跳舞时代呢，将这一首开场的舞曲献给我们所有长青敬老的各位海魔们。各位有没有觉得好像来到龙潭大歌厅，来到这边感受非常非常的温馨呢、哦？时代的风华，从旧时代到新时代，我们展现出的也就是像长青敬老的各位楷模一样，然后为我们家庭、为我们社会的整个的一个风华展演之后呢，能够坐在这里接受大家的掌声，来跟各位说一声辛苦了，谢谢您啊、哦！在此由我来介绍我们与会的贵宾，首先。